那这个是喷枪，现在我要上耐黄定色乳液，耐黄，那喷起来会更黄，而且是光亮面的，然后下来一点，看到它这个面上只有轻轻的，因为它这是油性的，所以它喷的话只有轻轻的喷，然后等它稍微干了一下，然后再喷第二次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水、防脏、耐磨、防止掉色。那这一道工序就是我们皮革作业的最后一道工序。好，